元旦假期尚未结束，百度就宣布终止收购 YY 直播的协议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2020年11月，百度宣布将以约36亿美元收购 YY 直播，按照当时的预期，交易将于2021年上半年完成。然而，在2024年的第一天，百度发布公告称，其关联公司 Moon SPV Limited 通过行使合同权利终止了股份购买协议，这引发了行业的广泛猜测和质疑。百度表示，根据此前签订的股份购买协议， Baidu Limited 同意向 JOYY 购买，且 JOYY 同意向 Baidu Limited 出售 JOYY 在中国的国内视频娱乐直播业务。但是股份购买协议规定，拟定收购的交割需满足某些前提条件，其中包括获得必要的政府监管部门批准和其他条件，且如果拟定收购未在最终截止日前交割，买方或卖方均有权终止股份购买协议。而截至2023年12月31日，即最终截止日，股份购买协议规定的交割前提条件尚未全部满足。 AI 是百度的重中之重，而直播业务存在感不高，百度究竟怎样抉择还是未知数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